级汽车。危险的兔子车。兔子车干得好，不愧是我最伟大的发明。去把城市搅乱，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！哈哈哈哈！雷克警长，站住，不许跑！我命令你马上停下！你严重扰乱交通秩序。讨厌的超级汽车又要坏我好事，哼，想得美！试试这个。什么？怎么变多了？糟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呼叫指挥中心！是雷克警长，请问你需要支援吗？街上出现了许多兔子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哈哈，兔子车搞破坏，快快把它抓起来！后勤车哔哩呜，一张大网抓住你！抓到了！兔子车一二三，跳上跳下满街跑，消防车最无敌，打打水砰砰砰砰！打中了！受伤了。完成救护。你们别得意，兔子车接着变。兔子车又变多了，大家加快速度。别管，看我的。兔子车真奇怪，长长耳朵跑得快。无人机空中飞，发现目标追追追。加油！兔子车鬼子侠。从不见了，救护车飞得高，轻轻松松全找到。兔子车数量多，跑来跑去还长过，这边追那边追，一起追起来包围，全部搞定，合作愉快。讨厌的超级汽车，我还有更厉害的发明，你们等着啊！砰砰爆米花，哈，能田大丰收，收割机哈维开始工作，小麦咔嚓咔嚓。瓜咔嚓咔嚓，番茄咔嚓咔嚓，玉米咔，玉米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哦，原来。
来是被他偷走了。嘿，你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哎呀，好痛！嘿嘿，痛就对了。爆米花车，让他们吃点苦头。小鸡们，多吃一点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周伯伯小心！情况紧急，呼叫指挥中心。怎么回事？是我眼花了吗？白老虎开心虎，有辆会喷爆米花的汽车。阿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过我绝不允许他这样浪费粮食，必须赶快阻止他。你说的对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装甲消防车超级。全能收割机哈维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打水泡准备好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砰砰，小意思。哈，他没有爆米花了。不好，他又要去摘玉米。放心，有我在呢。收割机咔嚓嚓，齿轮转得快，东边跑西边跑，收割交给我。收割机刷刷刷，手臂长又长。别想跑！哼，这就是浪费粮食的下场。海底寻宝。今天天气好，古堡上班了。最棒的挖掘机要开始工作了。快停下！刚刚是个小意外，我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想洗个澡再开始工作。怎么挖不动了？难道是什么宝贝？呀，是张藏宝图。宝藏就藏在海底。海底有宝藏，
那一定是我的。刚好试试我新发明的暗黑鲨鱼车。大海这么大，够我自己找宝藏得花一年的时间吧。哎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对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嗨，酷宝，好久不见。贝乐虎，开心虎，你们看，我挖到了藏宝图。哇，恭喜你。可是光靠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宝藏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科，扩建赛车旋风，铁臂挖掘机出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来吧，开启潜水模式。宝藏宝藏你在哪，我们都来找一找。贝壳珊瑚和海草，不对不对，找错了。开启雷达滴滴滴，目标目标发现啦，向左向右向前进，宝藏宝藏在这里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开石头和泥沙，用力用力向下挖，宝藏宝藏出现啦。终于找到了。不好，我们的宝藏被抢走了。我去追回来。加速加速轰隆隆，追呀追呀冲冲冲，尾巴肚子撞啊撞，宝藏宝藏回来啦。雪峰快跑啊，我来帮你。追着目标游啊游，发射大王咻咻咻，躲来躲去抓不住，再来一次不放弃。抓到了。鲨鱼鲨鱼有尖牙，咬破大王咔嚓咔，我们快快想办法，小船小船压住它。我又失败了。是个奖杯。你们看，这写着什么？恭喜你成为勇敢的冒险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奖杯属于勇敢的冒险者。恭喜你，库宝。不，应该恭喜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冒险者。哦。惊险飞行。开心虎、贝乐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嘿，我们正在测试最新的发明——救援弹弹床。看起来好有趣，我也要玩。抱歉，我太重了。没关系，看来这个弹弹床还需要再升级一下。丹丹，你不是要去送货吗？啊，差点忘了，我先走了。斑斑怎么还没来呀？需要帮忙吗？我可是超级快递员哦。还是让斑斑来送吧。这是什么？呀！救命！麦多多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人呢？
难道是我来早了？笨笨，快来救救我们！啊啊！你们怎么都在天上？多亏了我的小飞车呀！去吧，小飞车，带他们离开贝勒小镇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城市里出现了很多小飞车，把大家都抓到天上去了。啊！哥哥，快想想办法！救援弹弹床应该能派上用场。斑斑，这次的任务就交给你和高迪了。哦，好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大货车，斑斑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。出动！嗡嗡嗡嗡嗡嗡，摇摇晃晃飞呀飞，嗡嗡嗡嗡嗡嗡，向上飞呀飞。好恐怖！轰隆隆，轰隆隆，人人都冲弹呀弹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，轻轻弹呀弹。小飞车都被消灭了，斑斑，这次多亏了你。嘿嘿，还好我平时吃的多，长得壮，他们拉不动我。说到吃，我好像又饿了。路障车，别挡路。前方有路障，大家请绕行。让开让开。嘿，雪峰，快停下。雷克警长，我赶时间，你就让我过去吧。不行，所有汽车遇到路障都不能通行，这是交通规则。嗯，好吧。喂，前面怎么不走了？别堵在这儿。哦，糟了。啊！有路障就不能前进，还会造成大堵车。哈哈，我有主意了。嗯，改装完成，路障车诞生啦！满满一车的路障，让所有的汽车无路可走。嗯，去吧！哈哈哈哈。谢谢你，雷克警长，再见。再见。怎么回事？这里又有路障。
奇怪，这些路障都是谁放的？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城市里出现了好多路障，大桥上、公园里、沙滩上都有。不对劲，贝勒虎，快帮我升级，让我去调查一下。没问题，再叫上酷宝一起来帮忙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乱走走，乱走走，城市到处乱走走，超级汽车现在出发去解决麻烦。我被困住，我们被堵住了。大大铲子举起，路障路障千千里。雷达雷达滴滴滴，发现了目标。站住，不许跑！我来帮你。雷达雷达开启，无敌无找到你。铲子回来又回去，勇往直前不回停。一定要抓住他。机器车快追击，危险危险要小心，转动车轮向前进，轻松跳呀跳过去，挥动铲子向前进，轻松推开穿过去，追呀追追呀追，推呀推推呀推，一场大王紧紧抓住你。这个大坑很危险，我们需要在前面放一个路障提醒大家。这样做才对嘛。消失的超级汽车，我发明的大力拖车果然超超超大力，连货车搬搬都拖得动。马上要天亮了，今天的任务完成，明晚再继续行动。什么事儿了？这是哪儿啊？我们好像被关起来了。嘿嘿，糟了，门打不开。我们可以呼叫指挥中心寻求帮助。怎么没有反应？别浪费力气了，这儿的信号已经被我切断了，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吧。哈哈哈！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别担心，雷克警长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看到斑斑了吗？好像没有。好饿呀。真奇怪，亚米今天怎么没来卖早餐？什么？亚米今天没上班？小美去哪儿了？这里的垃圾桶已经满得装不下了。大家都不见了，情况不对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今天有很多超级汽车都消失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快帮我找一找，他们在哪儿吧。没问题。
搜索不到他们的信号。嗯，不好，他们可能有危险，我得去找一找，快帮我升级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好奇怪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找一找，朋友们在哪？雷达开启，加速前进，睁大眼睛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啊，你来帮忙了。好奇怪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找一找，线索藏在哪？人行道上，小水坑里，草丛里面，大树下面，发现大家的踪迹。朋友们，你们在里面吗？嗯，快借我们出去。雷克警长，敌人出现了，小心小心，长长钩子伸出来，危险危险，大大箱子飞过来，躲开躲开，警车警车要战斗，前进前进，丢丢向前冲，冲啊冲啊，正义需要我守护，全力以赴，大大钩子甩呀甩，晕晕乎乎，警车警车想办法，绝不认输。滴滴呜，滴滴呜，看这里，打开灯光吸引你向我靠近，就是现在，全力出击，撞开门，要注意。哼，你也尝尝被关起来的滋味吧。大战暴龙装甲车。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哦，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。哦，哇，看起来好酷啊。哎，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。酷宝，让我再看五分钟，要不三分钟也行啊。暴龙装甲车，嘿嘿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暴龙装甲车，哦，酷宝。对不起，阿力。酷宝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心。是暴龙装甲车。酷宝，快跑呀。电影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呼叫指挥中心。阿力、酷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暴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它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吊车阿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
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挑起来。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。不许你伤害大家！大钩子甩呀甩，紧紧地抓住你。一二三，上后拉，哎呦头破啦！水泥变变变，高高墙壁困住你，站住别想跑。糟糕！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出个大洞洞，等着你快靠近，快用掉进去。滚筒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雕像吧。哈哈，成功了！快开始修建大楼吧。快掘起挖呀挖，大吊车搬呀搬，跳板车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，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啦。哇哦，大楼比之前的更好更高了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怎么回事？给我停下！快停下！失业的垃圾车。嘟嘟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，你看。啊，奇怪。洒水车爷爷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你来晚了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就来了一辆垃圾车，是他把所有的垃圾都收走了。哼，哪来的垃圾车，抢走了我的工作。是我发明的怪兽垃圾车。嘿嘿，去吧，把所有的垃圾都还给他们。啊，到处都没有垃圾，看来大家不需要我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天空在下垃圾雨，你们看。原来是怪兽垃圾车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铁臂挖掘机，酷宝，分类垃圾车，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房顶上、树上、池塘里，到处都是垃圾。我们该怎么清理呢？如果这些垃圾能聚在一起就好了。哦，小事，瞧我的！是垃圾，我是铁臂挖掘机，举起大铲子，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大街小巷的垃圾收集在一起。好棒呀！垃圾堆成一座山，大
大家别慌张，我们一起来清理垃圾分开装，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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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垃圾全都看不见，街道变干净。快看，那边还有垃圾。哦，是怪兽垃圾车。姐妹们，快追！天空下起垃圾雨，大家要小心。左边右边来包围，一起困住你。看我的石头！咕噜咕噜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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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噜噜噜，大把石头困住你，喷不出垃圾。垃圾垃圾都清理，城市变干净。大家辛苦了。沙滩演唱会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太可惜了。啦啦啦啦啦，嗯，啊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唉，大风吹坏了北极熊先生的舞台。嗯。北极熊先生，别太难过了，你可以找搅拌车瑞博帮忙，他一定能修好你的舞台。真的吗？嗯，他可是超级汽车哦。至于你的演唱会嘛，明天再开也行呀。来不及了，明天我就要走了。算了算了。什么？北极熊先生要走了？哦，他要离开贝勒小镇。好，不行，我不能让北极熊先生临走前留下遗憾。我要帮帮他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找我们有什么事？唉，说起来真令人难过。北极熊先生真是太可怜了。妮娜，能不能说重点？啊，好的好的。北极熊先生明天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想帮他修好舞台，举办演唱会。哦，明白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六手段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豪华公交车巴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嗨，妮娜，听说这里需要一个舞台。没错，时间非常紧迫。别担心，我可是魔术师，舞台说变就变。滚烫滚烫，转啊转啊转啊，刷动刷动，搅拌搅拌搅拌，水泥水泥，变啊变啊变啊，舞台舞台建好了建好了，不错吧？好像还少了点装饰。都在这里呢。星星星星，一串一串发光。花儿花儿，一朵一朵绽放。舞台变漂亮，我们都好喜欢。还没完成呢。座位座位，一个一个摆好。话筒音响，还有钢琴吉他。舞台搭建好，演唱会开始吧。我去找北极熊先生。我去把观众们带过来。加油！车门打开，快快坐进来吧，所有观众全部都能装下，坐稳手扶好，哦，我们出发啦！车门打开，向上跳一跳呀，四处看看，大明星你在哪找呀？找一找，哦，终于找到他！北极熊先生，演唱会就差你了。跟我一起唱歌，啦啦啦啦，跟我一起跳舞，感谢朋友们。
开我的演唱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超级汽车们。北极熊先生，明天你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可真舍不得你。哦，哦，我只是去旅行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旅行？看来是我误会了。电量消失之谜。想看看我的新发明吗？就是它，超级磁能车，它能把贝勒小镇的电量全部偷光。没有了电，超级汽车们就是一堆破铜烂铁。去吧，我的超级磁能车。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。红绿灯怎么不亮了？汽车们怎么都无精打采呢？巴斯，快醒醒，我上班要迟到了。快开门，我要去买菜。今天真是奇怪的一天。嘿，小心，这儿可不是睡觉的地方。这辆汽车我怎么没见过？朋友，让我看看你的行驶证。停下，快停下。我的电池怎么突然没电了？好困啊！我现在知道大家都犯困的原因了。呼叫指挥中心！雷克警长，你怎么了？一辆偷电车正在到处偷电，所有的汽车都没电了。幸好我们这有很多备用电池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有了这些电池，我们就能去抓住可恶的偷电车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队伍升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巨无霸弹炮车斑斑，大力神跳车玛丽，雷克警长，我们来了。超级汽车出动，汽车汽车都在睡觉，停在原地动不了。汽车汽车需要充电，恢复能量精神好。大家都醒了，是时候去抓捕了。跟我来。第五第五拉响警报，发现目标别想逃。伸长手臂紧紧勾住，保持距离别靠近。别靠近，谢谢你阿力。大家小心，他好像快没电了，是时候反击了，别让他再偷电。汽车汽车有危险，快躲开别过来。汽车汽车有危险，快快加速藏起来。点亮点亮滴滴滴，晃晃悠悠停下来。点亮点亮滴滴滴，一张大网抓住你。我怎么又失败了？